都不看是不是？我没有依靠啊，我只在移动它而已。好。他说移动是栏杆，但是我才来移动它。那你把它移走好了，把它砍回家。那就把它移走了。我可以帮他关门，直接关起来。等外带的吗？还是？对。呵呵，前面那个，然后你们在排队。